非也非也，保安组失职并非胡经理失职，一时失手乃是人之常情也。什么失手啊，简直是废话，这是胡经理啊特别安排的，故意让日本老板的计划得逞，讨他欢心呢、啊，这就叫做安排香饵钓金龟啊。金鳌啊，金龟，书读的不多就别乱拍马屁，其实胡经理应该叫做胡先知才对。我喜欢听的是批评，不是拍马屁。不错，惭愧了吧，胡经理需要人拍马屁吗？他公私分明，他是个绝对肯面对现实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失职是他的无能，是这家酒店的耻辱，他简直就是个乌龟王八蛋。其实他虚有其表，他根本就是个头大没脑的衣冠禽兽，在我们乡下早就被砍头了，像他这种人还有什么用呢？倒不如把他剁了当肥料。我是不是太过分了点？